我帮你们挡了吧，我就帮你们挡了吧。我小的时候是有真的被蜜蜂蛰过，而且还是蛰到眼睛里面，好痛好痛。是同学拿石头去扔那个蜜蜂窝。 因为你可以看到，现在蜜蜂它的网已经没有在生蛋了，它现在开始做在储备那个蜂蜜。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蜂蜜在这边。找到蜂窝吗？蜂窝在里面。哦，好，蜂窝是特别大，是不是？啊，对，蜂窝比较大。嗯，那我们过去那边一点点。走吗？哈哈哈哈哈！不要走。那其实蜜蜂啊是非常的温驯。